外圆内方，代表天圆地方，烛火为阳，柳条为阴，天地阴阳视为道理，在人的身上下结界，不尊自然，视为不讲道理，只能用道理来治不讲道理。解手，若受到干了结界，我一定杀了你们。打，俗话说柳条打鬼，打一下矮三寸，对所有污秽之物柳条都有克制作用，假如有什么异动，你们打便是。快停手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要毁掉结界。不管你因为什么在他身上设下结界，都是逆天而行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为了他逆天而行又如何？果然有养心师捣鬼啊，结界破了。姑娘，你没事了？早去早回啊，路上别耽搁了，小心点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嗯，早去早回啊，快回去吧。被一帮过路的马匪给杀了，小柔有幸逃过一劫，但是从此以后变得疯疯癫癫，他身上的这个结界就是封存了这部分的记忆。什么？是我们破坏了结界？一个都不能走，把我的小柔还给我。你找他做什么？想继续封存他的记忆吗？还要让他活在这个已经被毁掉的村子里吗？你今天赶走我们，或者杀了我们，有朝一日再有其他人来到这个村子里，你该如何？如果有一天小柔厌倦了这里的生活，想出去走走，你又该如何？你能骗得了他，但是你能骗得了所有人吗？如果有一天你比他先走了，没有人再能维持得了这个谎言，你让他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？看着满地亲人的枯骨，和这个爱了他几十年也骗了他几十年的男人的尸首吗？你忍心吗？我又能如何？小柔，就到这儿吧。不想念，不留恋，繁华清澈，只为等你出现，一起天涯。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吃饭，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小柔。小柔，都死了。
小柔，算了，小柔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小柔，小柔，你放开我，都死了，小柔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我是丹青啊。